2019银树光活动，台东南边的太麻里乡虽然不是全台第一道日出，也没有看到大蛋黄的出现，但仍不少民众在原名声乐家男高音胡代明老师的演唱之下，配合着升旗仪式，还是觉得很感动。刚刚突然恍然大悟，我觉得其实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只是它被云挡住了。我已经看到蛮多原住民的元素，包括刚刚连唱国歌都有加入原住民的那个歌声，我觉得听得蛮感动的。太麻里比基尼沙滩路跑已举办数年，吸引不少想要挑战自我的民众参赛，更有族人想要穿着族服来挑战看看。我104年有参加一次5K 的啊，我这次进阶挑战21K， 想做一点不一样的，突破以往的自己。对啊，因为我平常是不敢这样穿的，对啊。当然，在地人当然一定要参加啊。台东人支持台东的活动，哎，而且我们是原住民，下次应该增加个穿族服跑沙滩，是不是？由于太麻里乡原住民部落居多，因此有游客觉得，虽然太麻里银树光活动安排精彩，但仍希望多增加在地部落的体验游程，让银树光活动可以跟在地部落做结合，增加部落体验吸引力。原视新闻 BR 台东太麻里采访报道。